候还是很混淆，进入了意识层和不在意识层这个。什么东西？就是有一些常识，有一些知识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层。嗯。就不用意识层来接收这块。你不可能啊。是。所以不用去讨论这种问题啊，你不可能做得到嘛。你现在问我怎么做得到，你不可能做得到，因为你没基础嘛。是。这种这论到这一种问题的，都是很高层次修行的阶段的问题。你们原来基础的都还没有去完备，你这个怎么解决？所以你们现在的功法如果都不完备，你就没有这个问题。或者是如果你现在有这个问题，那就回到你原来功法有没有齐备了，齐备了就往那个问题驱使了，懂吗？嗯。师父，我现在就是看师父的这个明觉法堂，我有两种方式，有一种方式呢，我就是不让他师父讲的法不要落到意识层，我就专心听，甚至闭上眼睛，然后就听师父的一句。下一句下句，然后前一句就不让落到大脑里，都听，就感受那个能量了。我是尽量这样做，一堂课下来之后呢，我就觉得我什么也没有记住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有心不甘，然后我第二次再看的时候，我就仔细听这一段师父在讲什么道理，讲什么法理。然后下来之后，我就觉得收获好满哦。以前听不得道理，这次一听更明白了。就这个就像炒菜似的，炒两次和炒三次的感受就是不一样。那我尽量做到说，那这个是不是我明白了？都是我意识层很浅的那种。你不用管这个，你就一直看就对了。你也不用在那设定我要不要落在意识层什么，你落不落不是你设定的来的。你懂意思吗？所以那一个问题离你们太远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你怎么去顾虑它？嗯，对不对？我家要门窗关好，我尽量哈、哦、关好，不要让外星人进来。你现在都问这种问题啊？你见过外星人吗？没见过。那你现在考虑不要让外星人进来干什么？现在你没这个问题，我不是否定有外星人，可是现在对你没这个问题嘛，你就好好你家该关门窗就关门窗，你不要多考虑一个为了不让外星人进来，你干嘛要多一个这个呢？是吧？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好了，你看视频就看，你就专心看就对了，就这样，你不要多一个、啊、这样是不是意识神？那、啊、怎样才不是意识神？你全部都是意识层，全部都是妄想，你懂意思吗？啊，我这样关对吗？我从左边窗户拉过来比较能够限制外星人，还是从右边拉过来？你不觉得你太闲吗？对对对，妄想。啊，你的责任就是把窗子关起来啊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用去管什么阿狗阿猫会进来，你就是关起来，也不用管到外星人。啊，火星人、金星人什么，你懂意思吗？哎，就关门就好了，哎，就看就好了。时间拉得很久很久，你见缝插针能多不少，因为说拉得很久很久，你自然会有一种体会，是要那种体会出来，而不是你现在思考我不要落在意识层，你已经落了啊。对，都是。哎，然后呢？那你的目的是不落吗？那你落啦，然后呢？那你该怎么办？是你没能力嘛？你就不要理落不落嘛，落就落，也不要管不落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没有能力，你连想都想象不到那是什么状态，所以你无从防范起，你只能照着功法不断看，专心看就对了。对，这个原则而已，你不要再多想一个什么落不落。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我用这两种方式看。你这两种方式都是一样的方式？都是落在意识层。然后你自己在那边，哎，我 A 是落不落在意识，B 是落在意识层，你 AB 都是落在意识层，
你还在那边多一个弱不弱的问题。对对对，你本来只有弱不弱，你现在又多一个弱不弱。嗯。哦，三个。弱不弱，弱不弱。嗯。无聊，你下次又多一个弱不弱，弱弱弱不弱，弱弱弱不弱，弱弱。哦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弱弱。对。你还看？你在看什么？对啊，不管了，就一直看就对了。嗯，我能感受的就是，就越看就越能越明白，就越看越轻松，越明白。啊，是我在想多了，最近这段时间想的是这样。好，这样可以理解。理解。